家出發去 Sky 100 High Tea， 不過咧佢哋就冇泊車服務咯，要泊喺附近嘅元芳停車場嘅。首先咧要去票務大堂嗰度，票務處換咗兩張飛先。呢、這個 High Tea 都幾抵喎，因為佢係包埋呢個入場券，原本都要198蚊嘅，而家咧就629蚊兩位下午茶，再包埋嗰個入場券。入場券本身198×2都差唔多要400蚊兩位啊！歡迎嚟臨由新鴻基地產發展嘅天際100，我哋將會以60秒時間高速抵達100樓。各位來賓可以喺海拔393米高度，以360度環回俯瞰香港嘅模型。咁係更可以透過豐富嘅多媒體設施，感受香港人生活嘅文化。393米高，3.9米一層。哇！個耳都嗡埋。今日嘅日落時間係6:38，咁 Sky 100咧得唯一一間餐廳就係 Cafe 100啦，就係呢間 Cafe 100，個環境大概就係咁嘅。咁我哋就揀咗喺玻璃幕牆嗰邊嘅高位咯。間餐廳個景咧就真係冇得彈噶啦。但系咧，呢度嘅環境咁靚，但系嗰啲擺設啊，即系啲餐台、餐凳啊、裝修啊，就有啲求其咯，浪費咗咯。但係唔難食。Okay. 好普通，唔難食，但系食得飽嘅，同埋好飽嘅。總括嚟講咧，呢度係5星級嘅環境，3星級嘅味道，但系呢個價錢又唔算貴咯。如果扣除咗入場券，即係200幾蚊兩位，咁啊可以一試嘅。Cafe 100嘅下午茶咧係有2個鐘嘅，咁我覺得最好嘅時間就係4:00至6:00，因為可以睇埋呢個咁靚嘅夕陽。